驚你，驚你。第一個就是主持同埋拍戲。Instagram 定係 Facebook？ Instagram。堅持自己諗法定係會順從其他人諗法？睇下咩嘅啫喎，多數都堅持嘅。女朋友定係老婆咧？女朋友。唱歌定彈琴？唱歌。唱歌走音定係冇拉鼓練？冇拉布链咯，惊你。我有打底噶嘛。幕前定幕后？幕前啦。失恋定系变矮啊？失恋啦，再矮我就咁样嘅。系你出轨定系对方出轨？拣唔到。一齐出。乜都唔做定系好忙咧？好忙。男歌手定唱歌？男歌手，即最近有個諗法，就係覺得自己唱自己歌，本身以為自己好適合唱自己歌啦。咁但係發現最近有個問題，就係唱自己寫嘅歌咧，係幾有原來幾有 limitation。因為我自己對自己嘅旋律咧，好有固定嘅想法。咁變咗咧，有嗰個詞之後翻嚟咧，其實係你應該跟呢個詞嘅意思或者個感情去。但我就往往 stick to 自己嘅旋律，變咗自己有時唱自己歌咧，反而更加 deliver 唔到。咁所以我都好想試下唱下人哋。寫歌，跟住就係靚仔，靚仔。rap 定係 EDM？ EDM 啦，不如係 rap 就都試過有排都係。哦，打字定係錄音？打字。貓定狗？狗。analog 定係精準工作？有 analog 就 analog 啦，梗係，但係 analog 太煩啦，精準工作易啲啦。識曬所有樂器定係精通嘅？我諗精通一樣好啲嘅，轟轟烈烈嘅愛情定係平淡安穩嘅愛情？轟轟烈烈。網購定係出街撞氣？網購。光頭定係大肚腩？大肚腩。點解會揀？接受唔到自己個，即係再繼續。你可以講。唔講。聽風定係聽風？聽風啦。愛情定係友情？友情啦。Just carry on 定係拼命個樣？拼命個樣。上一位前度定係下一位？上一位前度。點解會揀上一位前度？因為未出現過咯，冇即係下一位前度悶啊，又係對得太多啦。第一位最愉快，為何上一位不釋懷？誰亦在反覆錯愛之旅捱打？上下一位的生涯，宁愿能白首还是罢手，仿佛怕无憾便老得。